这个山羊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台湾不是开小差，我有任务哈，找阮遐的这个社区发展委员会的这委员哈，去台东取经啊，去三江，啊，昨昏到天龙挂饭店，去挂一下，啊，到台东街啊去挂一下，然后呢，再转。三天哦，这条街嘛真忝，我坐咧游览车哦，敢若分焦拄啊咧安尼，规日啊无食，时间到，出门食，啊吃起来都规日，我三天哦，敢若咧调理个咧，感觉，啊不只天见面外，所以呢，要出图，我建议大家，好包个中暑以后，再来出去，你做哪较凉哩，哦，即嘛。就是南部，咱遮是咧热，啊，迄边毋是南部，也毋是热，还是烧烘，哦，啊，咱咧烘南瓜，毋是那个，啊，这是一个交代，讲我今日来无来，毋是走去七国，毋是吼，有去平谷，诶，从遮老人出去七国做做吼，诶，今日咧，我哋是六点了，啊，讲两句。大姑啊，我听朱老师咧讲命运啊，我这点哦较有下乎我的这个意思吼、哦，因为我民国95年啊，当退休了一年，啊人这个陈老师的迄养老啊问候的头顶李彦青，就甲我介绍王来哦。阿三古今来哦，这慧能禅师哦，啊，假劳啊，他来盖我一块块，等于哦，可以保护自己啊，以前可以当帮助他人。啊，有这个因缘际会，我就飘飘，刚才讲的，刚刚十一个东西，就背起了。啊，去参加迄华人班，我第三期的，迄一期都啊四个人。所谓华人班，就是讲世界各国，只要是华侨会讲国语、会讲台语的，都可以回来报名。啊，当必须要大学以上的学历啊，然后报名了后，全带到遐，食衣。我互你穿衫，要分衫，一人分几落套。啊，讲义，哦，啊，互你带，我爱了这线板，这条啊，哦，啊，人大家带四个人，啊，一天读8点钟至12点钟的经文，哦，嘛爱去穿衫去念经，哦，啊，礼佛，早时5点半就爱起，哦。啊，先头一个月是先100块800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呢，100块800，安尼我这边也开了，啊，你边就徛起来，啊，我那边开了，这边就徛起来，那100块800，每天早上100块800，拜了后，规身有汗，打汗淋淋，穿一件迄乌的袈裟哦。现在屁股酸啦，我就看迄运动量蛮大。了后，即个四个月中间，有一挂易经风水啊，易经风水。啊，易经是咱中国五经当中的最先进的啊一个经文，里面呢，讲的这物件真玄啊，啊嘛真有道理啊，刚刚讲。阿古阿咧讲，一月哦，为一月哦，哎，一月是代表啥？你海里上波，一月代表一个宇宙，也是一；一个地球，也是一；一个世界，也是一；一个台湾，也是一。所以这个一就是一，那个一就是一就是一，一就是一。义则一也，啊，义则是代表全部，按哪讲？
一可以说是一个太极，太极，太极先两仪变成阴阳，两仪变四象，因为两仪就是一个阴一个阳，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变成四象，啊，春夏秋冬，啊，四象以后，搁再划分，一人搁变成两，变成八卦。八卦二乘八，会不会要找细卦代表转一心？我们人的一心离不开八六十四卦里面。所以各位你若有兴趣哦，对个己的这命运有兴趣，想要知影哦，还是唔捌有算着，你会使个，你写出来你的生年月日是农历的哦。啊，心力也蛮善，生年月日，但是主要你咧生日吼，就是讲你生出来就过五到，啊是讲万就过五到，万就过五到，那就未准。啊，那是生出来就过五到，生年甲旧年拢会善，啊啊，来参考一下，因为你的八字甲排名，这八卦论命，八卦论命。这个八卦论命，甲咱普通咧看命，咧甲你摆这个，啊，我讲朱老师咧摆这个四卦条，吼，咧论命迄，迄款的吼，迄款的这八字论命，吼，啊有一款这个有这个有这个，叫做啥？有个一款这个有这啥物款的嘛？论命论三教。但是阮即款的这个法门的八卦论命哦，比那个简单，而且是真实，真的看咱家己会惊，家己看家己，不是看规地头啊，有阵看看的啊，啊原来这个教员啊，就是按这个命，啊都根本都未读，啊你叫伊读，想要读到都变变去哦，啊不然怎，辅导他走技能的方面。所以从这个八卦论命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一生的成就与否很清楚。你的命是早婚还是晚婚？哦，你若早婚，有的早婚好，有的晚婚好。有的早晚婚的人，你早婚未结果，哎，看着一看就出来。这个查甫跟这个查某要结婚好不好？两个命卦甲摆光啊，啊，这个有相生，这个好，而且相克，会结果，很清楚。啊，但是这款好的先讲，歹的莫讲，除非很好朋友哦。所以各位你若有兴趣，咱先参考，我无咧收红包哦，唔能算哦，可以互相研究哦，啊，不包括。这个准不准，我们在参考而已哈。这个可以来互相研究一下，因为人每个人的记忆来自于时空都不一样。然后洗头、洗尾、洗中，这样无同款。两个人同时、同日、同年、同月，按怎来命无同款？有洗头、洗尾、洗中。洗头大官好，做官洗中是迄款头前如故，哦，最核心。洗尾溜咧，最提落地啊，提出个油肉啊。这个故事我以前有讲过，所以一个人的命不一定同时嘛，不一定同命哦。因为时间一个星期是两点钟呢，你洗头差一分。差两分，迄个无同，都不一样。所以人有人万谈，人论命，阮师父讲，无命可论，无命可论。安怎？你就是爱行功立德，你爱行功立德。哦，所谓行功立德，做好代志，救人救命，无所不至。人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啊，论运呢？我们人论，我文可论，都系因缘果报，入因缘，入因无因无缘，缘有果有报，
你会做代志，你会事业带顺心，你因缘果报都我的，定来想要害人的，要吃人的，要共骗的，要共贪的。你即款的，你运唔免啥论啦，你若有运，那是好运啦。啊，有哪会倒来？来得快，去得更快哦。哦，这就是因缘果报，所以咱做人就是爱做好人哦。啊，这是讲到这为止。那有兴趣的，咱再个别参考。第四，我就是要来讲这个地势高嘛，地。这个地哦，叫普洱茶。啊，普洱茶，咱即马定下讲去大陆佚佗，食水。去台南买普洱茶回来，那买普洱茶，去台南买普洱茶，买青叶老买迄款的，迄款的熟的回来袂要紧。你千万唔通去买迄两万、三万、五万的迄款的回来，迄种假。按怎讲？因为大陆在文革时代，所有的普洱茶老爹，他们都被台湾的这边的商人都买走了。所以以现在来讲，代表上好的普洱茶未超过15年，他们的普洱茶不会超过15年，因为代表的开始也是嘛，在18年代诶，伫中间才开始发起的。以前连茶也食不到咩药，要连茶，哦，按怎讲呢？81年，阮公司去代表设厂。啊，阮公司就是咱理事长的公司啊，即个你们咧画下手吼，大家同样画下手，去大家中山县崔文尊设一个工厂，当时设落的时候，几年啊？20年咯。你啊设厂的时候，要不招揽那个员工吼，甲他门开开讲，唔免报名费哦，迄门弄歹，铁门弄歹。那么人搞搞讲，唔通无报名费，收10块就好，干那收10块的人民币报名费哦，安尼好，明仔载全部收钱的人，因为无10块当报名，啊来报名了，安怎？第一句话，唔是问头家一个月偌济钱，唔是呢，问啥？能不能吃到饱？第一句话问能不能吃到饱？按怎讲呢？因是大陆、是四川、是陕西都一家，你甲头家做工去，绝对无通食到饱，按三碗饭哪有够？一吃半碗嘛吞落，啊，迄碗讲毋是偌大顿。来阮公司的时是问看第一句话是问讲，毋是讲啊一个月的钱吼，啊从啥物哩？毋是，老板能不能吃到饱？啊，惊着！啊，食饭用啥物事？用个铁碗，还有这铁碗那个面汤，那一个面汤哦，对你两斤。啊，所以伊咧食饭是讲，给我1斤、1斤半、2斤，大锅炒好拢用迄款来，迄大家面汤咧煮。啊，所以公司为着要互因食到饱，食饱无食鱼啦，哦。一天，迄阵啊，当时咧做人诶时阵，我听伊阮咧总经理咧讲，一天会对派21只，21只啊，21只。然后呢，拢空空个，空个，迄规鼎个，迄空巴呢，卡落去。我连续推咧炒3个月吼，不然就食较少。啊，公司若要食米是拢用咧。天天啊，还有这啥，迄货柜，他咧堵入来，无米无到食，拢是咧上侪人，敢若14000人、15000人，啊，所以可见的，大约迄阵啊无钱，你讲要食即款的这啥物咧普洱茶，无可能拼三两都拼袂起哦，啊，所以一寡好的普洱茶，我摕去香港，啊，香港。咱台湾人要伫地拢到香港去，哦，这个时阵，我住啊民国86年，86年为英联国哦调来中正，调来中正国校86年哦，来到遐个时阵，
啊，阮一个家长会，有出一个家长会，里头有一个秘书长姓简，或者严贵生，伊专门咧卖普洱茶。啊，迄阵啊，一遐咧卖普洱茶的时阵哦，无生意，伊在台湾佫卖无生意。迄阵啊，虽然经济真好，但普通是拢食咱咧，即个哦，即乌龙茶较侪吼，无咧食只普洱茶。但是伊咧卖普洱茶，生意无好。啊，了后。大陆的这个经济起来了，然后开始在消耗这个普洱茶了。伊就去香港，美国跟外边那88年去香港，去扯我们扯出来山的地啊，哎山的地啊，是迄款的正港的这个普洱茶，唔是迄款的咱最起土卡，那油啊唔是咱最起土卡，是迄树啊顶。西川版纳，西川版纳就到咱即马讲哦，即古早讲哦，即川康滇古迄款的，迄个即长江流域的那个流到西康去的时候，那些滇古哦，在云南的那边的一个滇古哦，一栋啊，内底足深落，足深山里头就对了。啊，迄树啊哦，一丛比厝顶较悬。啊！若要搬地，我爬去树仔顶搬。啊，叶子叶拢遮大叶，像遮大叶。啊，搬来啊，再去疏疏的做地，然后其他一片一片啊，再去其他迄款的灶卡，还是枝条啊卡遐，起来要发酵。哦，迄个叫青地发酵，不是老地，因为啊，这湿地都无人要吃，那青地发酵再固，起愈固愈好。哎，就那后十年、后二十年、后三十年、四十年安尼，咱去遐收倒来。哦，即摆迄款的，若50年以上起的茶，一片75公克，敢若古西巴嘞，一片安尼偌济哩噻？人民币，那50年以上起的人民币一片12000块至15000块，都无得买。哦，因为买去都无啊。除非你做假的，哦，除非你是假的。啊，因为阮这个原秘书长就是，因为86年开始，伊就到香港去收一寡这地，其中去收了一项啥物事？山地就是这像个原生种的这个茶叶，啊，发酵以后散，干那呼呼，带土卡，无人要捡，我去捡了一根战根，一个战根。规间全迄款线当，但是办的人无多。啊，伊讲我这一间都时间到了，要拆派啊，拄仔阁阮个秘书长去捡着，还是好运去捡着，最好心捡着。讲伊袂去食素，啊，迄个人也袂去食素。啊，伊就用规个头仔骨，用个天顶啊，迄个即货柜规个拢甲装着啦。迄阵啊，毋知装几吨，伊就毋讲，伊就安尼趁一个家伙，迄转来开始。卖3000，一般卖3000，教人吃，安怎吃？哎呦，用纸的，用空的，好，足赞！3000直直画，画，卖到30000。在网络上卖到30000，全无爱卖，就收起来无爱卖。卖偌济金子？卖几落千本去？即摆剩几啊？伊讲剩无50盒，我留咧给因查某囝做嫁妆。迄一盒。人民币12000块，我6万，都无爱买，唔是你有钱要到买着无？啊，所以这个普洱茶，你若去大陆，千万唔能去买老茶，因为老茶拢是台湾。因为伊去北京3年，今年才转来，去北京开一个普洱茶老茶，全台湾敢那伊一个去，做3年，卖到唔敢卖。开出人就吃去，开出人就吃去。伊讲买茶的人，唔是要啉茶的人，你听安尼，你即你就知影哦。那是政治的中心嘛。啊，所以，咱若要食普洱茶，千万，到台湾买着，唔通去大陆迄落假。我会记咱去大陆去福建，旧年去，好，安尼甲你贵呢。这是老茶，我心肝头在在，都老茶，你只哪可能有老茶？你打炮，人家这40年，40年嘞吼。你茶，你唔落，你旁家家己看嘛，那袂涩尾，叫做普洱茶就好嘞。那是会涩尾，
还就是新的病，真正。啊，过来有一款咧，阮的迄种着香咧，家己落有一款咧，咧做出，哎呦这，哎呦这着，哦红枣红枣的迄味的迄着香的味道，哦，迄款就是正港的五十年以上滴老店，迄就真好，会使做一款。所以啊，这点这个地形吼，啊人相交嘛，啊我各位，啊所以老店唔能够骗去吼。啊若卖较俗的袂要紧，啊卖较贵的，嘿，你爱烧啊问咧，吼，无都去卖，提钱去卖就抓遐转来吼，伊送你嘛送咧吼。啊，这是我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啊，这是我个人呐体会出来的，我来报告给大家，大家互相学习，谢谢。四十年的老爹，我听过你。拄只，咱这个阿三哥啊，补充拢讲，人诶，这个路途是八字命，确确实实是有影，有这个定数。但是一项，咱一生到最后结束，就爱抓路途是八字命摆起来为准。什么原因呢？路途是八字命。是一个定数，安怎都袂变。但是呢，你做人做事，你若有咧背功立德，你若真正有咧行动，有咧做话，咱的命运就会改。会用的一句话讲安怎？这句话是阮天地教阮的师尊讲：命由我不由天。咱有法度大家开发咱新的命运。假如讲你个路途是八字命都正好，啊，你伫人间都乌白做，乌白做个话，原来会变作歹。所以我有一届去美丹个老唐市长遐当地，啊，伊公司为用一个主管，逐个走阵伫咧食饭啊。这个主管咧甲称呼我讲，某某多一个大师改拜一个名利。甲讲你几岁、几年、几日，迄个日爱小心。伊讲，但某某甲拜这个名主啊，正准。某某几岁、几年、几日爱小心。结果讲，干那咧爬楼梯咧了，崴一个脚骨，就安尼咧拜啊，包好大，讲正准。迄、那个名叫坤生啊，我坤生呀，办甲你拜开正准。你爱检讨呢？啊，都正准啊，相信发生啊！你就是无咧做，啊，才正准。你若有咧做的话，绝对袂准。啊，又当时就讲，哎，坤先生，调上来讲有理哦，真正若有做，也比无去才有理哦。所以我几啊十年伫太极殿的经验看足多，大家都有一句话伫咧讲，什么人的个性吃好坏？什么人的脾气这么好怪，安怎要跟他劝，他都无法度谈解。哎，我个人看下做这个经验，多一项，业若无消，脾气个性绝对袂改；业若有消的话，咱的个性脾气有咧改的话，有咧改变的话，咱的行为、讲话、种种拢会大改变。现在人生的问题。比如讲，当时你有因阿妈某遐无命，啊，进来到开头跟咱咧斗阵，安尼会讲会笑，啊，佫笑啊遐尼自然，造成着遐尼侪人的欢喜，安尼表示伊的业消，就恢复少年，这是正常。甲我同款，我爱人好，爱人好，拢甲讲好话，唔捌咧气一个人，啊，我业就消。啊，我有咧笑话，啊，阮某嘛笑咧，啊，我嘛笑咧，这真真正正，业若无消，安怎甲劝，啊，都听袂落。啊，伊若业若有消，你甲讲者就听着，改过啊就好。这个命格就真行入去先天的命格。所以咱若伫咧甲人拍斗阵，咱若定定是非了了，定定有咧不顺的话，更是业莫讲。是的，就继续对你做业，
阿三哥，我讲我有病，恁老师有安尼讲，啊，那阮老师是讲命由我不由天，哦，咱从可怜的人，啥款人，算命先来给你算定的，你几岁安怎，几岁安怎算定的，啊，咱现在叫啊，我几岁？四十岁要大发财哦！啊，等啊，我三十九岁，啊，晚年要大发财，你若唔去拼，要去发财去做死啊！哦，所以一定要爱家己去创造咱未来的这个需要。所以呢，咱每一礼拜在这开讲，大家加减发心哦。所以咱孙老大要教你，不管伊一个做咩，啊，做咩愈做愈可爱，啊，伊某都愈水，啊，爸爸加一增加，笑容嘛加足有。啊，朋友愈大阵，安尼有去无？安尼咱了，差不多我要几分啊？予咱的正义，正义进来啦！